好，接下来我们有李宏生为我们带来这首《流浪记》，欢迎李宏生 Elton。你一定要跟人家说你今年几岁，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是 Elton 李宏生，我今年15岁。那首先，我想趁这机会祝全世界的爸爸父亲节快乐。那今天我会带来这首纪晓君的《流浪记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剩下的家，我实在不忍竟让眼泪流下，我以为我并不差，不会害怕，我就这样自己照顾自己长大，如果有一天
有 feel， 等一下还可以再喊。